今天这老部长正式退休。啊？他退了？哎呦，那他没告诉你他退了以后你什么时候上啊？沏茶。讨厌你。嗯。还没上任呢，你就开始在这摆谱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嗯。谢谢。哎呀，不过其实我觉得老郭啊，你真是在你们工会勤勤恳恳的干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这排队也应该排到你了，是吧？什么叫排队呀？这话我就不爱听啊。人老部长今天都给我交实底了，就凭我这个工作水平，就凭我这业绩，我早就该走马上任了。哟，哟，那我得敬你一杯啊！来来来，老公，来，我敬你一杯啊！哎，这烫啊就不干了，咱一口啊，一口。还挺清楚的你。嗯。这下你在我们娘家可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。来，还是要淡定啊，淡定。我们还是要勤勤恳恳、脚踏实地、踏踏实实地把功课搞好啊！哎，一定要戒骄戒躁，没什么可扬眉吐气的啊！不是我说你啊，李国立，你就是那种给根杆你就上树，哎，给个棒槌你就当真，你都够戒骄戒躁的了。哎，你整天回来说那个什么姚主席怎么着怎么着，你没问问那老部长，在你的事情上，那姚主席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老部长还真是跟我说，嗯，啊，让我没事儿和那姚主席多沟通沟通。我明白他什么意思，哎，可是我凭什么要讨好他？凭什么？那你凭什么不呀？我觉得人家老部长说的对呀，你这该讨好就得讨好啊！你这马上就要上任了，那姚主席跟你说句好话，总比你给你一双小鞋穿要好吧？不是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嗯？我这工作是我自己辛辛苦苦我干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这上上下下这眼睛都看着呢，我凭什么讨好他呀？要不说你这女人这头长见识短。你今天你喝多了，我真不愿意跟你计较，就是不能听你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那个记不记得那个谁欣欣的那小姨夫送你一条腰带，你一直没系，记不记得？嗯，我那天上商场去看了，那条腰带1000多块钱呢。明天，你拿着这条腰带，麻利儿的给那姚主席送过去，听见没？啊？我不送，不送，不送，我就不送。我拿开水烫你，你干什么啊你？你谋啥亲夫啊你？你先找你，先别着急。喂，哎，红姐，哎呦，秀燕儿，哎，红姐，我跟你说，就那天我在你那儿看好那件衣服，你能借我穿一下吗？我明天要去主持一个婚礼啊，你要是能借我的话，我不是正在发廊吗？我就配那衣服，我就做发型了。啊，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谢谢你啊！哎呀，红姐，那我怎么，我下午去取行吗？哎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谢谢你，哎，谢谢谢谢，哎哎哎哎，拜拜拜拜，哎哎哎，看这样行吗，姐？啊，这样行吗？哎呀，你这半天了，连个形都没弄出来，我这赶时间呢，太急了，快快快！啊，抓紧时间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尊敬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好，嗯，在这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哎，大家灿烂灿烂，怎么样？这鞋灿烂不？你这黄点子留着给谁呀？哎呀，真是明察秋毫，好，拿下。谢谢。对，一人一辆。在这
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大家欢聚一堂。老婆，今天我明天穿哪双鞋去？你光脚丫子去。不，你不坐。不是，我明天去煮。别弄着我。不是，我就是别你一弄颠头嘛。哎，我明天去主持个婚礼。现在我嘎巴嘎巴两下嘴，200块钱到手了。啊，是，这现在名是差点，他再把钱挣回来不就完了吗？是不是？把钱挣到家。真是，我就不信，等我在主持界窜到一线上，我早点名利双收。嗯，老婆，我要是当上主任，你干这些还有什么用吗？你行了吧？等你当上主任，那别说影视圈，我各种圈都能窜到一线上。哎呀，这形象在今晚确实还挺撩人。你别动啊，你发型弄乱了你。那就睡，还睡不睡了？你睡呀，你怎么谁没让你睡觉啊？瞧不瞧你这头？睡觉。我跟你说啊。躺下呀，这睡觉怎么还坐？我保持头型，你睡你的吧。哎呦天，这跟大炮似的，这哪儿睡觉？我这叫敬业，好不好？我都说了，就跟你没有共同语言。弄得跟做佛似的，真受不了。哎呀，那你说这夫妻间还要不要生活呀？哎呀。腰带，腰带怎么了？名牌腰带啊，我好几条呢，有事儿啊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觉得这腰带挺好的，我系着可惜了，是不是？您用着合适？算，哎。什么事？说事，啊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这腰带的事儿。国立啊，昨天老部长正式办了退休，啊，临走之前是不是给你了好多话呀？啊，也没说什么，他就是，鼓励我好好工作。哎呀，这人呢，昨天没到下班时间呢，你跟老部长就出去了，干什么去了？那什么，那个，不是这在一块工作这么多年了，我请老部长吃个饭，叙叙旧。啊，对，那老部长还说，这然后以后那个配合好您的工作。嗯，老部长没说什么跟我多沟通啊？啊，沟通，那个就是他说就是那我以后就。当上这部长以后，就是让我好好的协助主席把工会的工作搞好一点。国立啊，虽然我没跟你们一块去吃饭，
但是呢，老部长说的那些话其实也是我的意思。好好干啊，接受组织部门对你的考察。哎呀，哎呀，干了这么多年呢、哎、我这是第一回让人给轰出来，我在婚庆界的名誉算是毁了。不是，你千万别太难过了啊，小杨，我比你惨是不是？你说我也是，这不是头回就让人给轰出来了吗？都是你的错，你说哪有你这样呢？哪有老公公跟儿媳妇结婚呢？不是，你说确实这事儿吧，你说我就想我就敬业吧，你说我这不就一直在这儿研究那个影碟，我说是我背得清楚点，咱把第一次这事儿咱干得漂亮了。是我纠正过你，人家叫邢云鹤新郎，老公公叫邢国臣，你上去邢国臣。哎，不是，那你说我敬业我就使劲背是吧，我使劲背的，那他老公公那为什么就非得叫邢国臣呢？那人家叫这名，你说你咋整？不是，你不是怎么整？哎呀姐，你别跟我矫情了，你真不是、你干不了这行。哎，你还真别侮辱我的天赋！我告诉你，你要说站这样，我还真不服。咱俩是不是就为了艺术，就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？别着急，咱从头再来啊！行了，去吧。你这回你就把我损失给报赔了吧？那我损失谁负责呀？你啥？你有什么损失？小饶啊！你饶了我吧，行吗？你说你这电话还跑肚拉稀了，没完没了的。哎，哎哎，你说这话可真不像个老爷们了啊！那行，我给你算笔账啊。你说为了主持这婚礼，我做头都花了40多吧？哎，主持的衣服咱不算了。你说回来的路上没了公交车，打个车花了30多。你说一分钱没挣着，还赔了100多。你这，哎，你想讹我？那你去告我去吧。啊，你快去告我去吧！哎，上哪儿告？上哪儿告去？我不怕。啊你，范德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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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个的，得个刀，打个的，得个刀，打个的，赔钱了，怎么样了吧？行啊，开始捞外快了哈、啊！为了庆贺你这捞外快，我特意给你买了个肘子啊，改善改善。去，滚一边去！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幸福的沉重大击。怎么样，今天主持婚礼吃大席了啊？都吃什么了，快跟我说说啊。好长时间没吃大席了，快说说，我也解解馋啊。我跟你讲，你吃大席你别老这么躺着，躺着以后都淤肉了是吧？快活动活动，活动活动。那待会儿吃点什么呢？看这样是不吃了。吃啊！哎呀，凭什么不吃？这家伙嗓子都哈了。好，我给你润润喉。打个的赔钱了，打个的赔钱了。对，就照我说的。就这么办吧，啊，去吧。李主任，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谈谈。什么事儿啊？还是我们厂那些事儿呗，麻烦您还得网开一面。你说江厂长，这刚才开会你没听明白啊？是，刚才您传达精神啊，深入浅出的，我能听不懂吗？可精神归精神，实际归实际呀。江厂长，就你们厂那情况。这达不到政府资金补贴的要求。再说了，我不是亲自带着你去找过专家吗？啊，你这不你很清楚的呀，就你们的产品怎么样。是是是，李主任，其实这事儿吧还得在于您是吧？你看我们现在的产品销路不是挺好的吗？哎呦，销路是销路，销路都是暂时的。不依我说，就你们厂啊，我觉得考虑的不是扩大的问题啊，但是要转型的问题啊。哎，李主任，我们厂的那个可行性报告上面写的不是很清楚吗？你们那报告那是一厢情愿。哎呀，你看真是的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其实关键啊，就看您帮不帮我这个忙。哎，李主任，你妹夫永顺的工作我都安排好了。你怎么知道这永顺是我妹夫啊？他说的呀、啊，
他说他说什么你只答应？你听他胡说八道呢。是啊，这个当初是我把他推荐到你们厂子去的，那我让他去就是让他干活，我没说让他当主任呢。李主任，咱把话说白了算了，是吧？什么专家呀，什么精神啊，都顶不上您的一句话。真的，主任，您呐，再好好的考虑考虑，帮帮我们，行吗？该考虑的我都考虑了啊。我还有个会，走了。哎，李主任，你。李叔，李叔，哎，团长，什么情况？李叔，哎，街道上召集企业领导开会，我又跟李主任说了，他怎么还是一根肠子通到底没变啊？不是，厂长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家这几天遇上点事儿，我这个心情啊就非常……行行行，反正啊，二车间这个基建和设备我马上就要动手了，下午就召开全场会议宣布。啊，你马上也得进入二十间主任的这个角色呀，好多事儿你都得你一人扛着。哎呀，厂长，我这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。我行了，我替老婆。行了，晚上啊还有一饭局，你跟我一块儿去，明天你就不用来上班了。先去为你那车间办好第一件事儿。厂长，我现在非常激动，我一定交给你，不是你交给我的任务，我按时完成。行啊，你先忙着，一会儿我等你啊。好，行，我先走了。厂长，你慢走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完成你交给我所有的光荣任务，啊。两块钱您先不要了啊，走怎么回事？能买中500万彩票的钱你不要了？必须不要了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我这个在那个中南海，不是中海楼吃的，我跟你讲太棒了。你看火爆腰花爆双子，别嚷嚷了啊，胃口吃的真丢人。不是，今天有一特大喜讯，厂长，哎，二车间主任拿下了，在全体员工大会上啊宣布。别喊了，这喊的全小区都听见，是怎么着？有喜事儿大家分享不是坏事。我跟你讲，必须明天换休，咱得上二姐家去一趟。二姐太不像话了，我跟你讲，人都搞活经济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二姐这可好，往下撤火不说，还往上浇水，哪有这样的呀？水不够的时候，二姐。哎呀，老婆，我发现你跟二姐的感情太深了。真的。你看，把脚都放到二姐的饭桌子上，深，你放你的，没问题。你放什么时候我擦，真的，这人要一走运，好事马上就来。我这一生我就拿一个人当坐标了，在乌克兰有一个小镇叫谢比多夫卡，那里诞生了一个伟大的人物，我就用他的精神鼓励着我，激励着我。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吗？他就是波尔咔嚓金。哎呀，绝对不能碌碌无为，绝对不能碌碌无为。那样你犯禁用纸啊？不是，激动，老婆真是激动，真的，什么合唱团破电视剧全让他玩蛋去，咱不干了，我好好干，我将来干成个副厂长没有问题，到那时候咱也买一个二姐这么大的一个大房子，是吧？咱也买一辆车，咱也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奔驰。哎，我跟你讲，绝，我说错了吗？你提出来我改。有事儿，真的，你总算说句人话啊。你说你早这么干，你早以保尔咔嚓金的精神要求自己，你不就成了吗？是吧？你早就成了，你成了我脸上不是也有光吗？对，你知道这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富贵妻荣。哎呀，我早就应该让你荣，真的，我就不信这么多房子就没有咱家一套，这么多车就没有咱家一辆。跪下啊，把这好好擦擦。哎，富贵是这么回事啊。三个。哎，好，我跟你讲，
哎呀，我越来越爱你了，真的。要不说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。多干活少说话。不是，你不说，你光说不练，那不是傻把式吗？对不对呀？啊，哎呀，哎，江站长，江站长，你看我开着灯。哎，江长，哎，啊，你在门口呢。那快进来吧，进来吧，都是自己家的事儿。来来来，没，啊，我过去哈。那好，那好，你等我，马上。哎，哎呀，江厂长，过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他叫我过去谈一下工作，一会儿就回来。那你把我叫来了，你让我干，你出去谈工作？怎么可能呢？我回来马上就干啊！快，爱你啊。那我先加餐了啊。爱你。哎，厂长，哎呦，刘顺来了啊！咖啡都给你点好了。哎，用不着，厂长，这东西这儿都挺贵的。哎呀，怎么的，厂长？这你还亲自大驾光临跑到这儿来找我，有什么急事吗，厂长？我呀，得到一个不好的消息。嗯，李大主任就是你那个二姨姐，想把政府补贴给两个半生不熟、没出两天校门的大学生。你说他怎么能办这种事儿呢？你说谁说不是呢？你说这，那俩大学生刚到社会没两天，哪能行呢？这是。所以啊，你回去之后啊，得好好劝劝你这个二姨姐。嗯，你看咱们都万事俱备，就差他这一下了。我就纳闷了，你说他叫的是哪门子劲呢？谁说不是呢？我跟你讲，我把我媳妇儿我都带过来了，我先给我二姐，就是我二姨姐，我给她打扫卫生。我说我们感情很深的，这两家，就是走动经常走动。这我知道。我说关键是就是什么呢？如果没有说没有我，那我二姐夫早就那就玩完了。我对她有知遇之恩，就是救命之恩，你知道吧？这事儿你就包在我身上。哎，厂长，把这个。给李主任，这什么呢？哎呦天，厂长就不用，真不用。挑战，你听我说，为什么说不用呢？我那二姨姐啊，硬归硬，酸归酸，她不是这种人。你拿回去，真的，真不用。鲁顺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说别的都没有用，就得亲情加这个。我就不信了，你那个二姨姐，她那心不是肉长的？你当官了，她不高兴；你们家日子过好了，她不乐意。那不能，就是嘛，把这个拿着，回头给他。要不要脸？要不要脸？要不要脸？哎，什么情况啊？啊，那江厂长还跑到这儿找你来了？啊，对。怎么呢？你有点意思啊？厂长都跟着你屁股后头转悠了。嗨，这不都人才吗？人家哎呀，别，你别拖了，就告诉他你不让你干，这小蛮腰动不动说疼，你再撑着，啊，快坐下。知道我能撑着，都擦了三四遍了。朱律师，你这出了一身汗。这么提醒你不让你干，我干你，怎么的了？在哪儿照的艺术照啊？什么叫艺术照？那二姐本来长得就艺术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家那就不艺术呗。不是你们家呀，你长得最好看。其次是二姐，二姐吧，从哪个角度说，当时她就不，你说的不对。我觉得我们家长最好看是二姐，我是气质还行，这照片一看就 P 出来的。P 啊？怎么 P？ 我们那圈里都叫 P， 照片全得 P 一 P，P 一 P 才能看。就是批判的看是吧？对呀。但我觉得二姐夫就不好说了，当初我真，你二姐多白呀，长多好看，怎么就能相中你二姐夫呢？人二姐夫形象可你二姐夫的小头型现在还行啊，一扎都没，年轻的时候就烫，可能这头发软。二姐回来了，快！二姐回来了。哎，咱俩这长得不行，二姐咱得独立。咱开门呢。
二姐。哎呦，二姐，你抬抬脚，回来了。哎呀，真是，你看，这不是没让你们来吗？输了不让你们打扫，怎么还是来了？不好好上班。姐，上班不重要，是不是？我们到这儿来就是放松，干活就是放松。对对对。姐家，你看这么敞亮，干起活来可舒服了，是不是？特别舒服，就跟没干似的，干着也跟躺了似的，特别舒服。哎呀，你说你这家里吧，这表面上看着干干净净的，你说这深挖全是灰，是不是？那怎么能说都是灰呢？二姐不是工作忙吗？好多细节都顾及不过来。哦、我们这些亲属搭把手的事儿，互相团结，互相提携嘛，对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你们俩别兜圈子了啊！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找我呀？啊？是不是想问我要钱啊？又想买什么东西啊？别张这嘴啊！给二姐这么个印象，你说来帮着干个活就是为了要钱呀？又买一新包，二姐。不是，怎么能说钱呢？二姐是这样，你说我这地都擦了三遍了，满头是汗。来，你喝水。你看你那满头大汗的，还是你喝吧啊！哎，对，你也别跟我说你那厂子的事儿啊。不是，我没想说工厂。你看你提醒我干什么呢？你说说你，我还正想说你呢。啊，你说你，我给你介绍到那厂子去，跟你说多少回了，别跟人说咱俩之间这关系。你看你跟江厂长，你提这干嘛呀？你碎嘴子，你。你说我什么时候跟江厂长说咱们之间的？我没说过江厂长这关系。但二姐，你想想，这世界上有不透风的墙吗？好二姐，我好二姐，我向你保证，从今天起，我一早上我就把自己嘴缝上，啊！哎呀，二姐，我们厂今年都忙死了，明年的订单都订出去了。我们厂说，只要你肯，你干什么呀？拿二姐包干啥呀？你跟二姐说你的，我照着。我们厂长说，你只要你肯干，是不是？明年二车间一成立，那车间主任就是我的了。真的，二姐，就我们厂那个资金补贴的事儿，你就别再较真儿了。不是，这资金补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就是一工人，你操这个心干什么呀你？我能不操心吗？二姐，你想想，厂荣我荣，厂辱我辱。当初我下岗的时候是你介绍我到这个单位的，可是我并没有在你的光环之下每天昂首挺胸、趾高气扬的在人那高调出征。我没有，我始终低调，我辛辛苦苦的干，我努力的去工作，就这样干，干到一定程度，我就把自己给干出来了，愣把自己给干出来了。完了，我们厂长说了，说你这样干确实对你挺好，以后这个你的工作各方面都能照顾到。当你说真要是提了主任了以后，妈知道以后得多高兴，是不是？电话一打到家里说找主任，妈当时就得造梦了。你说你一个，还有姐夫一个，我这一个，三个主任都不知道叫谁呢。那个时候妈的心里跑偏了，跑偏了，偏了，回来，就回来，还是得回来。有些事情就是必须得回来。二姐，你想想厂里补贴那个事儿，对你来说，大不大小不小的，就是中间一环节，你抬抬手，就过去了。就是二姐，你说谁也没有前后眼吧？你说你就说他们厂以后不好吗？人家就好了呢。对对对。你有什么你就跟他提，你让他改。对。是不是？他挺聪明的，就除了这个长相他改不了，其他都能改这些毛病。你说。都说了嘛，朝内有人好做官，是吧？咱们兄弟姐妹互相提携提携呀，是吧？哎呦，你们两口子现在了不起了啊，开始指导我的工作了啊！政府的事儿你们俩也管啊？不对，刚才你说你当啥？二主任？不是二主任，是二车间的主任。二车间的。二车间，二姐。真的，就是。我们厂的那个事儿哈，对你来说那就是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是不是？中间一个环节盖个章的事儿，就盖个章那么简单啊？那我多给你盖几个章，那改明儿你就当市长去了呗。谢谢二姐，谢谢二姐啊，谢谢二姐。哪这么大的官儿？那个咱们车间主任就行。你这包还真挺好，挺好。二姐，有你说有事儿啊？不是我说你，就干好自己那点事儿。你说政府设我这么一个位置干什么使的呀？那不是个摆设吗？哎呀，二姐，你就在家里别讲大道理了。我还没开始跟你们讲呢。二姐的批评我们还是要接受。二姐，我干什么啊你？我上楼换衣服。不是，是这样，你看静静吧，在外边留学，那花销特别大，再加上二姐夫出这档子事儿，这是三姨夫一点心意，16000。是从哪儿弄的钱呀？16000？哎呀，静静，我静得下来吗？你不是你静静的吗？你静的吗？
你先拿着，真的。拿着吧，姐，拿着，姐。拿着。这钱，我以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不是偷也不是抢的，你知道吧？以后我当上车间主任，那就彻底好了，也再也不用你们的拉帮了。是是，这都是你们这么多年拉帮。行，哎，你赶紧回家，琪琪回来了，放学了，咱做饭去吧。好。哎哎哎，有事儿，这钱。行了，姐，还是点心意，也不多。我刚才注意意思，我怎么拿那么少啊？行，没事儿。那我就替静静谢谢你们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真是，你干嘛客气什么？你行，那我上楼换衣裳去了啊！哎，姐，你下午我拍戏，你借我包试试啊！穿着你可带劲了，人家二姐就是干净。哎，配这衣服不行。哎，别哎，待会儿你帮我裹裹裹。赶紧裹。好，晚上吃点什么呢？哎呀，你明白了，爱你啊！谁给你买的这是？老爸呀。多少钱啊？800。啊，八百，你不过了？赶上了啊！再说你在二姐那忙活一天了。你说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给孩子买个游戏机这么贵，还整了一大桌子，哪来的钱？这边。你得跟你妈说什么？这边，有机会你撤了。我问你呢。嗯。哪来这么多钱啊？不是。这钱的问题你就甭管了，咱一没偷二没抢。你什么叫我甭管了？哪来的钱啊？钱这不是厂长吗？哥们儿吗？奖金的方式吗？贴的吗？这还不明白吗？你奖金你省着点花，你一下子这么造进去，你说你这是败家吗？什么败家？你一大桌子你吃得了吗？行了，我刚才我问你那个，我走以后你劝不劝二姐？你这我活都干了，能不劝吗？二姐怎么说？啊？二姐怎么说？二姐说了。能不希望有事有出息吗？能不希望咱们过好吗？你给我起来，不是，还过门，快慢点。有门没门啊？亮了还超一亮。问你话呢。哎呀，这你还听不出来呀？二姐这人说话这从来不走直道，专绕弯子。哟，过门，哎呀，你帮我摁这，你帮我。哎，厂长，哎呀，厂长怎么样？厂长照撞。撞什么呀？人家给孩子花奖金买的。快！哎，厂长，赶紧，去哪儿啊？乖，哎呀，好，马上到。你妈是个马路杀手。对不起，老婆，厂长约我陪领导吃饭，我得马上走，就差一个菜了，我炒完就走。你说这厂长啊，净陪领导，弄得我可能又得喝点。啊，你行了，哎，你搁那儿行了啊，你不用。那哪行啊？别的呀。哎呀，行了，我还是真不会玩，你自己弄。那厂长没老婆重要。二姐今儿气色真好，不是你干什么来了？二姐，我过来办点事儿，顺便看看二姐。你们厂长刚走，啊，我都跟他说明白了。太好了，二姐，好二姐，真的，谢谢你给我搭建这么一个平台，我以后一定会努力工作，绝不辜负你和家人对我的殷切希望。行了啊，你又贫嘴。没有，我还得跟你说一遍。啊，就你说你一工人，你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，别一天到晚的瞎操心。是啊，就你们那厂子，他将来面临的就是收缩整顿，直到最后转产。城市建设就是要拔掉你们这种到处污染的小锅炉。你们那厂长不撞南墙不回来？不是。哎，我还得告诉你啊，哎，你们那厂长让你转给我那16000块钱，刚才我已经还给他了啊。你别跟这儿到处转了，回去干活吧，不干正事。这怎么这样了？这不完了吗？一万，哎，二姐。司令，看你有事了吗？刚才就在这儿啊，在这儿。哎。
你先别干了，别干了，别干了，等一会儿。哎呀，厂长，我还寻思你给我来电话，我待会儿给你做个迷藏，我得给你打回去。行，躲这干嘛呢？见不得人了？什么见不得人？我这你来了，我这强打精神浪呢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昨天晚上啊，吃完那东西以后，我就闹腾，我寻思别让同志们看着，感觉好像怎么地似的，跟厂长出去吃完饭显摆，好像自己确实难受，就可能是吃错什么了。哎，你有什么反应没有？少来这套！不，这身体真好。我说王帅，你能不能办点人事啊？怎么、我不让你找你二姨姐还算没事儿，这让你一找可倒好。那天把我叫去之后，他把陈副区长也叫去了，给他撑腰，给我和那个张主任一人一门棍。我说他怎么翻脸不认人呢？不是，你看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我怎么说话？我跟你讲，不行，咱就按这个现在这维持现状吧。真的，我那主任我也不当了，放屁，受不了这种压力啊！当初在酒庄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跟我保证的？啊，那酒和菜都进了驴肚子了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，厂长？哪次吃饭不是你请的我呀？我自己主动要求去啊。你上我这儿来也是我请你的吗？是。当初你下岗的时候，你是到我这儿来了，可是我给谁的面子？我是给你二姨姐的面子。可他呢，竖那裹脚布的，没理没面。我到你这儿，我白拿你钱了，我这溜着达达你给我钱呢，是不是？当初说好了，我干钱工，对吧？店出了问题，哪次不是我修啊？你有电工吗？有没有电工怎么了？啊，你会你就不能帮把手啊？什么叫我会呀？我告诉你啊，少跟我说这个，你是我的工人，那是驴是马你就得听我吆喝，怎么了？少跟我这废话。啊，别的没学会，你先学会节流了。给你二姨姐那两万，你一过手就少了四千，是不是？你这是你说这事，我还要跟两个跟你说呢。什么叫一节流就少四千？我告诉你，你这属于行贿，包说行贿的。不聊不聊不聊，你听我说，好不好？是，你给拿了两万块钱，我给扔了16000，四千干什么了？现在情感生活必须大踏步的往前推，对不对？你平常过年过节，这个星期礼拜的，你不得感情投入啊？你不一点一点往上顶啊？对不对？一次就求人一次啊？多少钱？顶一根啊？顶了多少钱？顶多少钱？顶多少钱？慢慢顶啊！4000块钱你得细水长流吧？一根口红现在就1000多，一根口红1000多，四回也就顶四回。就我跟你讲，就是少跟我说这个啊！买一根口红就花1000多，这现在最贵的5000多呢。现在这还有2000，还差你2000，你再让我奖金里扣。平时你一拉罐啤酒，不都得往上补上去吗？情感就是这样维护的，对不对？废话，你今天你就是吐就是拉吧，你拉花了，都花了，你花了点行啊？你今天就是吐就是拉，你得给我找出来。别满意了，咱别翻，别翻，这样好吗？太不礼貌。在人这是这么的有这样的吗？我那点钱你还不知道吗？你闭眼就能查出来，我那钱连工资都给我老婆了，给你老婆了？对，那找你老婆要去。哎，别拽了。拽你怎么了？啊，拽我怎么了？拽你怎么了？啊，你说拽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干嘛？哎，你还敢跟我动手？我什么叫跟你动手？你敢跟我动手是不是？哎，咱们工人有力量，哎，有能量的，嘿，你再动一下。行，你小子，真下黑手是不是？哎。紧密的双眼和紧密的双唇。哎呦，真是！蒋厂长，哎呦，这是伤着哪儿了？你说。不知道，我去。他还一动不动了。啊！我给你看看啊，这哪儿不舒服？哎，别摸，不是，别摸！我给你，你别摸！我帮你检查检查，别摸！我没别的意思。哎呀，我别想了，动了，动了，动了！哎呀，动了！你看，动了，动了！你看，动了吧？你不是说不动了吗？不是，你动不动吗？你手法到位呗，就是这你看还动了，真一下。哎呀，你太这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你看看你以前的兽医，这是忽悠起来了。哎呀，下把我的心也忽悠起来了，真是。你看这个，刚才是动这儿疼是吗，江厂长？疼呗，
你看，哎呀，这是伤着肝了，都说话了。你说你怎么就伤着他肝了呢？我知道肝在哪儿啊，我不知道你就不能乱打。你说你是伤着肝，没打就碰了一下。幸亏是伤着肝了，你万一伤着他心了。做个手术换个狼心狗肺，这一辈子就完了。人家江厂长就让你给毁了，你作吧。江厂长，你说，哎，我就想，你说这肚子吧，隔着这么多肉，露着皮呀、啊，你说就这么一个肉拳头，你说他就能给你打成内伤啊？是不是？应该没。你说你蒋厂长何必呀、啊？你做什么 B 超啊、核磁什么，这么拿我们穷人穷开心吗？不是，关键我是这么想的啊。你要万一查出个什么脂肪肝啊、酒精肝啊，你最端起那杯子夹那鱼肉什么，你说你别扭不别扭啊？你管得着吗你？我乐意。真是的。说，今天这事儿怎么办？要是，那当然了，有钱难买乐意啊，是吧？那能怎么办呢？那就经济补偿呗，把他眯下那钱就还了。那还呀、啊？多少啊？差多少？多少？给他两千，大概那里边有2300，完了就给他1700，差不多够了。做的啊，就看着这么一天大吃大喝，你就不是个好大吃大喝不就好？哎呀，好成一个头了，打就打起来了，就好让你们好啊！我就看你收的还往家收。他给你说多少了？点多少了？这我哪知道？我给你点，这不用你了。行了，就这差不多1700多少钱？这多不多呀？行了，姐，功夫可以，两张点，够快。以前有这种特殊的情感，特殊的反应，就这不够啊！这，要不再给你看看干的事儿吧，这。